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7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SS87 号的邦博比，它是来自于真人电影第三集 Dark of the Moon 这个造型的。那这一期的话呢，大家大黄蜂可能已经看得非常的多了，而且其实这款邦博比呢它这个是今天的87号，那么这一款呢是49号，那两者的话呢其实是相同模具，只是改了一个车子的尾翼，还有一个胸甲跟头雕，那原则上呢两者的变形过程啊什么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那所以这一期的话呢大家已经厌烦了 Bumblebee 又是非新的模具，所以这一期我就聊一点其他的东西，我们聊一点真人电影第三集好了啊。电影第三集呢，我记得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是已经播了两个多礼拜之后才去看的。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当时我上班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很要好的同事，两个男生。那我这个男生呢，他喜欢这个女生，然后呢，我同时就约了他们两个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希望凑合他们两个。那看完电影之后呢，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啊，结果这个妹子呢，后来跟这个男生结婚了啊。原来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已经不知道偷偷交往多久了，但是我浑然不知啊，然后我还怂恿这个去追这个女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啊。当年的我呢也是乱点鸳鸯谱啊，其实人家早就已经偷偷在交往了，对吧？真是一个令人感觉伤心的爱情故事。然后这一次的话呢也一样啊，到了现在的玩具的话呢都是这里都挖空了，里头的背景卡。电影第三集芝加哥啊，然后已经是破败的形象。坦白说啊，看到第三集 Sam 呢明知道芝加哥里头呢充满了各种危险，他还是虽然说是电影效果啦，但是也是我相信也是有这种人吧，就是为了自己很爱很爱的妹子啊，然后冲进这么一个生死未卜的前面一个危险的场景，这也是非常让人动容的啊，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感动啊。那不知道各位看我节目的这些小朋友们小兄弟们啊，你有没有这种会让你觉得你想要牺牲生命去保护的女孩子呢，对不对？但是她可能喜欢的不是你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具好了主要的因为先前已经做过了嘛，所以我们这一期就用车变成人差别就是后面多了一个尾翼。那当然车上的黑色的纹路涂装不同之外，它的黄色啊，先前的49啊，它这个黄啊是有一点消光的，那这一次的话呢只是变成了亮光，那两者一样存在严重的色差的问题，而且这一次的色差感觉好像更加的严重，它有鹅黄、亮黄跟消光的黄全部混在一块。那先前的话呢可能因为这个中间这一块是消光了，所以感觉没有那么样的突兀。然后两次的这个车子的话是铆钉的这个胎啊，可以看到这里头这里稍微让人有点小感动，所以推车的效果的话呢还算可以，但是这个底盘的话呢你必须要推得非常的到位。那轮胎的颜色也稍微不同，先前的这个电影一的扫描后的 Bumblebee 它是黑色的轮胎，但这一次的话呢稍微变得有一点灰啊。然后车头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车头的话呢，车头灯应该说是方向灯的部分造型略有不同，然后车子的这个什么后照镜啊什么都是一样，然后各位应该看得出来主要的分隔线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毕竟也是一个浅黄色吧。然后武器的话呢之前是黑色，这一次的话呢则是变成了一个灰色。然后车子的速度可能不是很快，因为我们能看到车尾灯，然后上方都是一样有这个鲨鱼鳍的这个造型两者都是有的可能是这款车子固有的一个标准配备之一了。然后以密合度来讲的话呢，我感觉这一次的密合度稍微好一些，但是玩具变成人之后的松紧度这一次的做工的话呢确实是比这一款49要差了一些了。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SS87 的变形过程。那我的习惯的话呢先把车门给打开，那么车门打开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倒钩的其实这一款呢变形的时候呢需要车变人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挺多的。那像变这个地方我会建议呢先往斜上挑看一下，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倒钩的，
那因为玩具本身也比较小啊，然后有很多种倒钩型的这个机关呢还挺多的，所以这个地方我都尽量跟各位提一下。包括车尾巴在这个地方，它上下有两个卡扣，那我会建议呢先小心的呢从下方这个地方前后错位错开来，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呢给打先把上方给打开好了，上方得稍微打开一下这里啊，你开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它下方这个地方跟这里，它原本是一个上下这样咬合进去，上面这里是强行扣进去的，所以在掰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你就稍微错开保护一下啊，你就注意这个地方不要让它受伤了啊。然后呢我们把这整个一个车头的话呢，我会建议吧也先稍微扭一下啊，把这几个地方呢都给松开来啊，都先给它松开，因为车形下呢去把它给弄松呢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接下来变形它的一个我们先把手给拉出来，手一样都先拉出来。好，我们先做一个动作好了，我的习惯呢先把这个腰转180度，这是给各位看你可能会比较了解，腰转180度之后，我们呢再把这个这个地方拉出来的情况下，这片部件翻出来，那我们就把腿怎么样呢往外翻出去，这里翻出来到这边，翻到这里之后的话呢方便大家看吧，我们再把这个膝盖一下再翻转，也就是说转腰再转小腿啊，转两次，然后侧边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啊，很响一声但是无所谓。然后呢变成车的时候呢，各位记得这个脚底板一定要往外推到底，推到底，这样车门呢才能够顺利的呢关上啊，如果你没有把它推到底的话呢，车门是无法推到一个定位的。然后这个地方啊，推开这个地方之前，先把这个脚的这片部件给翻开，随便转一个角度，随便转一个角度啊，好，把它给推出去，整个腿的话呢就转出去了，然后再旋转这个小腿以下这个筋部的夹轴翻下来，然后这里推进去转上来，侧边这里扣好，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啊，扣上去非常的响，然后各位应该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啊，它这个软腿的一个情况是非常严重啊，这个髋部的球形关节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松了，来回也不过变个3-4次而已，就已经如此这个脚腿都软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车顶的这个部分，这里两侧已经松开了啊，整个的一个胸啊往下放一些，放到这里，暂时到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车头的往前翻的时候呢，先记得把这个轮胎这个部分转到靠后面去啊，你看这很容易理解吧，这宝马的一个翅膀就在后面了啊。然后呢这个车顶盖这个地方再次折进来，那这里的话呢往下放的时候呢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也是倒钩的，它要勾住这整个部件往下放，往上折上去的时候呢，它是会帮我们的话去锁定住这个后面这个车厢，它要把它给勾住啊啊。其实这一款的话呢处处去看的话呢还是有很多小机关需要去注意的啊。那么刚刚这个肚子我们把它给翻上去，然后这里胸口跟这里它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但在那之前的话呢我建议先把手给推上去啊，先把手给推上去，这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上去好了，然后这个地方胸口把它往内做一个集中好，然后呢把这个胸口的话呢稍微扣上一下，其实也扣的不是很紧了啊。那这个班莫比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基本上就算是变完了啊，后面这两个小翅膀啊把它给放下来，这个腿软了是非常让人发指的啊。好，这个啊对了，它这个手臂啊这里是可以往外推出来，增加它小臂的一个厚度。然后呢这一款 SS87 号这个来自于真人电影第三集的大黄蜂呢变形就算完成了啊。那它的武器也应该来说是装了右手吧，看这个造型装了左手的话拿起来好像怪怪的。那这是它的一个把这个音波呢第三级音波呢打进肚子之后呢又直接把它爆头的武器，非常恐怖啊，杀伤力很强，很狂很暴力的 Bumblebee。 那我们就直接对比一下这个，刚你看这个腿软成这样啊，已经是这个实在是很糟糕啊。好，对比一下，这个是 SS 这个手没推上来，这个49号跟这个87号，两者呢你问我会挑哪一个，就毫无疑问这个有面罩的一定比较好看，对不对？那我们就对比一下，这是这一次的一个面雕，然后这个是戴上头盔，那我当然个人比较喜欢头盔啦。
那胸甲的结构其实也是一样，然后这个可以再集中一点嘛。好，电影第三集啊，这个地方啊，它为什么强调这么多机械？因为电影结局的时候，它的胸甲里面吊住很多这个圆形的齿轮，然后就是哒哒哒哒，对不对？就是推男主角要赶快跟女主角求婚的、啊。我是觉得蛮不应该的啊，没事催人家结婚干什么呢？那其他的话呢，就是配色有一些不同，像是黑色跟灰色的塑胶啊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小细节吧，这个腿的配色也不太一样，然后这里的一个分色啊，如果两个二选一的话呢，我是毫无疑问呢、啊，我会挑这个49号就够了，这个87号这个我觉得并不是那么有必要入了啊，感觉这个就是凑一个电影第三集的造型这样而已。那由于后面多了这个车子的尾翼，所以它后面当然多了一个造型，其他几乎都是一样了啊。那黄色来说啊，我觉得这一款49的鹅黄色也比较好看啊，各方面来说啊，我还是会推荐你，如果二选一的话还是买这个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